哎，老师，他还有一个疑问，伊讲伊跟两冬啊爱开花啊，但是袂长叶子，桃就是水蜜桃的部分。因为这个水蜜桃哈、哦，你讲会开花哈、哦，那么会开花袂发叶啊哈，这真吃力哈、哦、啊，因为你会开花袂发叶啊呢。是无啥物效果，就是伊会生起一点点啊，吼，叶啊收过好少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伊树体的一个，因为你啊、做不拢这种的一个问题啦，吼，就是讲啊，伊、若是拄到这个生长，吼，比如讲足恶劣的时阵，吼，那么伊就会去开花，吼、啊，所以咱有当时啊，咱真侪的像这种啊，像莲雾，吼，莲雾咱就是甲伊堵水。好、哦，该堵水，好、哦、啊，好该堵水呢，啊堵加好伊啊，一个叫安尼吼，这基本上就是讲，好、哦、要死要死啊，然后呢落叶啊，较紧的加迄个啊，由伊即马感受到伊受到即个影响，好、哦、啊要死要死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伊若是已经有感受到这种问题的时阵呢，那么伊就爱就会生就会开花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这应该是你的。这种并讲像这个格林家啦，吼、哦，真侪人哇，这得爱什么催花啦，还是什么款吼、哦？其实，没有无迄种物件，除非就是讲，有个人讲抓什么较会催花吼，无、哦、一种吼，无、哦、这种物件抓落去花就会开吼、哦，啊，拢是因为呢，有一种并讲伊袂开花哦，伊是一个生长上的一个障碍吼，并讲伊可能是。啊，伤过头冷，吼、哦，伤过头安怎，吼、哦，啊，伤过头寒热，吼、哦，这种东西，哎、啊，你像这个水蜜桃，就是讲，因为一般来讲啦，吼、哦，伊通常是先开花，啊，啊，尾啊呢，啊，伊会这个较发叶啊，吼、哦，但是你还注意一下，就是讲。啊，有叶啊，发未起来，这种桃啊长呢，作者拢会有一个叫做瘤胶病吼，老家啦吼，就讲、是、你会看到伊迄、那个啊桃啊呢，树体咧流动吼，啊然后伊即马就会即、這个啊，比如讲咧开花啊，照讲应该花开开来，就爱开始的一个啊，这种发叶啊，啊叶啊发未出来，啊、发未出来的时阵吼，伊伫迄个树尾一个所在当遐大尾迄只呀。啊，伊就会流汤啊，流汤其实迄拢是伊的这营养哦，这啊变作你伫这方面呢，就较袂有一个变较无法多啦吼，就讲变作伊就较无法多营养的一个供给较无够，所以这叶啊就发足少的吼，所以啊这方面你一定爱少来甲伊这个啊稍微给他注意一下下吼，啊要注意什么款吼，比如讲啊伊在开花迄个时阵吼，开花有看到花苞的时阵，咱用。即、这个你会甲灌即个益密精，灌即个溶磷菌，哦啊，然后卖灌格林加，哦，即千万伫土壤内底卖去甲灌格林加，土壤内底即个磷绝对有够，哦，但是伊食到食袂到的即个关系，所以你用溶磷菌有法度来甲伊做一即个处理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后有一寡即个营养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物件呢，那么伊过无偌久，伊就开始诶即个发酵，吼、哦，啊，开始咧发酵诶时阵呢，啊，伊开始叶啊，特别有咧吐吐迄个时阵，哦，花差不多。啊，下尾了啊，迄个时阵吼，伊通常就开始会一个啊，即个发叶啊，啊开始要发叶啊，迄个中间啊，你得爱互伊根落会好，啊根落要好呢，啊你会当配合利用玉米树，还是讲用即青海绿藻，吼、啊，伫山顶呢，其实啊不也是建议讲啊，即个玉米树吼，你啊头冬吼，比如讲你有咧灌，你啊灌一灌玉米树，啊玉米树开根嘛是足好用，啊那阵讲有拄到即个梅雨季节，吼、啊、落雨啦吼。啊一直落吼，比如讲迄阵啊，即、这个春雨啦，迄阵袂当叫梅雨吼，就讲春雨绵绵，啊，涂骹澹落落吼，啊，迄种呢，迄根吼会失去，会较无空气，迄阵你着爱灌即个青海绿藻。哦，这两种用法不同款。啊，你若讲雨水正常，啊，你甲灌溉这玉米素，哦，你会发现讲伊的一个效果呢，啊，相当的一个好。啊，这个时阵你若是啊，要灌头要落肥，你会当让伊氮稍微多一点点。有调剂啊，但是这淡数袂当一下就予伊足悬的，所以有个人会用43啊吼，其实唔免，你会当用5盒啊，莫用1盒啊，1-2啊就好啊吼，所以你会当用5盒啊，还是讲啊，你规气用这个高钙镁吼，这物件呢，啊来开补一下，补一点钙，补一点镁吼，啊，这种呢，这我拿来晒。哦，啊，这伊会较无开叶，哦，较无开叶的这原因呢，啊，是你的根路会较歹。啊，为什么根路会较歹？哦，可能是伤过头酸，哦，太酸了，哦，土壤呢，
啊，伫咱山区吼，即较酸性的即土壤，即拢足正常的。所以伤过头酸，那么伤过头酸的时阵，咱都要注意吼，注意一下咧啊，即多数是爱安尼来改即个做一下处理吼，啊起来呢啊，应该呢都无虾米款的解决问题。啊，然后啊，一开始即嘛大火了吼，大火了，伊是毋是？啊，伊开始就会一个即个雕果哈，雕果后叶啊，幼果，迄个时阵咱会当用高钙镁啊配合啊，看是要用有益素还是用即个吊青吼，啊用即个侵害绿藻，这拢不要紧吼。比如讲开花的时阵，你若是要落去抓吼，那要有花，迄时阵是侵害绿藻吼，啊那无你就用一点啊有益素，啊那天气有咧变化，比如讲是过头冷，啊你就用吊青吼，即种会当爆花，咱咧讲讲叫做爆花爆果。哈、哦，啊，互伊个果会当掉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上中啊，就是讲迄个樟头，吼、哦，樟头的即个所在呢，啊，伊咧开花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千万吼、哦、一定爱，桃啊，其实是一个较干旱的一种即个作物啦，吼、哦，即、這個、你也知影，伊通常是较耐渴，吼，伊袂使伤过头淡，哦，所以你若伫即个有较淡湿的时阵，伊根会变较弱。尤其伫幼果迄个时阵，叶啊咧开袂起来吼，即上过头淡湿，有时啊叶啊开袂起来，迄阵你就是用浅海绿藻。哦，啊，准讲哦，准讲你若是伫即、這个啊、正常诶即个水分啊叶啊开袂起来，你会当用即个玉米素吼、哦，啊小甲灌一下安尼吼。啊，开花期吼、哦、一定袂使无水吼，即桃啊就是迄段时间内底呢上介重要吼、哦。啊，袂使互伊堵水吼、哦，啊然后过来啊，若是拄着梅雨季节，有啥担心担心，你就免特别去甲伊即个灌水啊来，伊就会当正常诶一个即、這个啊即、這个成长安尼吼。所以即伫遮互咱好朋友呢啊，你会当小。做一下参考吼，就讲伫这管理上呢，啊，一定爱稍来改者注意者吼。咱一般吼，通常是开花动动溜溜吼，啊，即马小开一个花啊，过偌久啊，就有开啊，但是伊就拢袂掉。我并讲伊开花起来，但是开花有看咧开花，你也惊讲哎奇怪啊，等啊，这个花呢无啥正常，伊规律吼，你也讲干那这个许落去吼，迄、那个地头迄掉咧。伊表示有授粉嘛，吼、哦，这不啥要紧。啊，有诶，毋是规蕊怎扑一个规个连迄个果柄迄个所在啊，你若看到迄种无啥正常吼，即、哦、种呢，着爱小注意者，因为你这啊、有足侪即个原因啦，吼、哦，即比如讲伊诶即个无授粉，伊嘛落落来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咱有当时啊，伫一个即、這个修正吼，即种水蜜桃修正足重要。开花的时阵吼，开花啊、你袂使予伊伤过头叶吼，伤过头暗啦吼，所以有一寡该正的吼，你袂无可能讲规个生甲白对吧？啊，该修正的伤过头白的吼，即种杂花吼，还是讲伤白的迄个花会开甲白沙沙。啊，该修正一寡掉，修正一寡掉，啊，无伊营养也无够，伊个花就会开，啊，就黏伊烂。啊，未开花啊，过来营养拢开花，开伤侪花，消耗掉去啊，你搁开叶啊，就无正常，所以迄长会愈来愈衰弱。啊，这种衰弱的一个这个长吼，这种衰弱的长呢，伊就足容易啊，这个老家鼻空吼。那么在咱台湾，咱真侪拄着这個情形是两种吼，都只讲迄拢有可能，但是咱常常去看到的呢，啊，这是第一，就是这个土壤无适当，吼，比如讲土壤无适当是啥意思？伤过头酸，吼，多数拢伤过头酸。那么伤过头酸的时阵，伊就真这个啊比较较偏酸，所以就缺钙缺硼的足严重的吼，所以啊这个问题你要稍注意者吼，这大概是第一个，所以咱爱适当的一个啊补钙补硼，搁一个是这个。啊，肥水吼，拄则咱一直咧讲着讲啊，那雨水较济，啊，你得爱灌这个啊，这种天然细胞分裂素吼，这侵害绿藻，为什么要做这物件？因为伊根会挡袂掉。啊，但是你开花时阵，即你啊，变讲你进前讲啊，旧年吼，拢无发酵啊，安尼吼，所以呢，你淡素改更真当落，啊，更真当落，伊同款花嘛是开。肥甲落落，伊迄个花有开，但是呢，啊未掉，啊未掉，你看叶啊吐起来，过无偌久，其实啊也不好哦。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这个肥水无讲真适当的时阵，啊是讲你伤早哦，伤早去甲伊这个落肥哦，啊这个淡素更了伤过好淡。一般就是讲咱咧讲会讲会掉灾啊，啊迄阵该落肥甲落肥，啊千万唔通一开始你就去甲落什么人参一加哦，这个大概呢啊是咱真爱去注意的一个。
这个重点吼、哦，今年呢啊，这个桃啊吼，可能尤其像这种水蜜桃吼、哦，这温带果树，今年的这个温度哈尼低吼，所以一般。伊个一个正常的开花应该是较无问题，但是啊，不过较惊就是讲伊即个啊低温啊真充足的时阵吼，伊个花开了伤过好济，啊花开了伤过好济吼，营养会消耗，所以你要适当的一个即个修剪吼，这是咱啊伫这段时间内底特别爱小注意的一个即个重点吼，所以最后你小做一个参考。那么叶啊，这个问题最主要是根路较歹，哦，根路较歹啊，所以呢，你唔通一直去甲管迄、那个，就讲伊个根路已经较歹啊，你个啊，佮用迄啥物格林加咧甲催花，吼、哦，这个是没有必要的，吼、哦，这听众朋友一定爱小注意者，啊，就是讲，吼，伊会当伫即个啊生长内底啊慢慢。唔免赶紧吼，啊，然后注意即、這个伫迄段时间是伤过头焦，还是尤其啊幼果的时阵吼，即、土壤是伤过头焦，还是伤过头淡，啊，咱一定要去解决掉一根的这问题。啊，所以你用这物件来用呢，啊，即、這个效果就继续好诶吼，即、小调整一下，那么会当有真好的一个效果出来吼、哦。所以伫遮来当我咱好朋友呢，啊，就做一个了解着吼，即、而且有当时啊，你若看伊开始咧。啊，咧吐叶啊，吼，你会当啊，一定爱改，差不多伫四五月啊，遐通常伫五月吼，伊有一个这种桃啊，有一个这个穿孔吼，叶啊一个那种溃疡这种吼，啊，这种更康一个吼，一个穿孔的一个这个啊，这种病吼，伫叶啊内底有一种叫做穿孔病吼，你应该知影啊，这一定爱做这个防治，吼，这四五月这个时阵就对了。哦，而且你若是去互伊钓钓了，啊、伫任何的这时间也拖真久吼，拢、哦、啊这叶啊拢安尼袂成，啊照讲啊袂落叶，啊伊就袂成袂落去甲落掉去，所以你诶啊讲奇怪啊拢无叶啊，有当时啊叶啊吼拄要出来，爱着烂去，哦所以这一定爱小注意，甚至这会枝条，会你会臭大臭大啊，乌尖乌尖吼。那么这种的这穿孔病吼，这对桃啊来讲，每一年咱咧防治的时阵，尤其伫山顶吼，啊，咱差不多伫这个三四月啊，这只只吼，一阵春雨吼，都爱真细致啊，你一定爱甲这个问题顾好势吼，这顾好势了呢，啊，只要这个该顾好势吼，伊个叶啊卖伤早的去破坏掉去，啊，无你即马有诶吼，这叶啊呢，啊，都已经少啊，啊，佫无规叶，吼，啊，伊就。伊的这个营养的一直消耗掉，啊，树体的一直衰弱，啊，树体这个衰弱，吼，树体一个衰弱呢，伊就老加，哦，树体呐衰弱，啊，伊就老加，啊，所以迄肥嘛，我袂管，哦，这些管理拖下底不要急，啊，但是你就是讲啊，雨水多，啊，你就管，诶，天然细胞分裂素的这种侵害，但是啊，甚至你会当加维他命 B 来用，吼，这个。啊，这咱好朋友会讲啊，这冠军的一个三合一大补药啊，三合一的哈、啊，维他命 B 的哈、啊、B 群哈、啊，这你若唔知啊，你也当问宝妹哈。那么除了 B 群以外呢，啊，就是这个前脉绿藻哈，佮、啊、加这个溶磷菌啊。那么那是正经雨水较济哈。啊一定要灌一挂这种疫病之类的一个药啊，哦，这种呢，这最主要是要防止啊，比如讲像这个一挂土壤的这个病害啦，哦，虽然有话讲啊，山顶啊，台湾的山顶吼，其实温度还是很低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可能比如讲像这个三太芬呐、啊，吼、哦。还是讲这个普克拉蒙、麦普林哦，之类的这个药啊，吼、哦，樟头这家家小个灌一下。哦、尤其是幼果那段时间，啊，再来较后壁，伊都要采收啊，迄咱就较唔惊，迄阵就免啦。哦，因为迄阵你嘛未使去灌遮药啊，因为这啊，这会有一种药物残留。但是你平常你都要注意，你唔通讲无去插。哦，比如讲四月、五月、六月这时阵，哦，还是讲用这个啊，那是拄到落雨，哦，落雨咱是不是？伊即个桃啊，就容易着吼，桃啊来啊拢同款，荷腐病吼，迄烂迄果会水伤。啊，你咧抓这种药啊时阵吼，咧抓这种药啊，樟头一定要甲触者，这个足重要吼，这个工课足重要啊。啊，樟头顾好势，啊，你今年啊认真甲顾一冬，啊，明年呢啊，今年顾起来明年就会更加好吼。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即个病害的一个配合吼。啊，即你会当伫这段时间内底啊，该爱注意啥物吼？一个你若讲诶，
顶个讲到虾米款，那袂记住，啊袂记住，较紧问。哦，有当时啊一开始呢，啊，甲你讲遮济，啊，你可能会感觉讲，我较记会起来。当然你记袂起来啊，吼，啊，有个人就甲报啊笑，笑讲，对啊，你大概拢讲，阮记袂起来，啊，是安怎你记会起来？是安怎报啊你记会起来？啊，这种就是我嘛唔知影吼，这可能就是啊，因为你较想啦吼，伫我来电台进前。我们受到的训练，吼，专业的一个训练，佮足侪人甲问过足侪摆，哦，因为阿伯啊无爱食水蜜桃，因为我感觉水蜜桃吼太娇贵了，吼，啊，即个有当时啊，你知我这個人较酷啦，吼，就是啊，较袂出来啦，吼，卖讲酷啦，吼，等于讲伫食的方面我较袂出来，唔知安怎，吼，啊，咱真侪好朋友呢，其实。啊、对于这种，比如讲像山顶吼，咧栽培管理的时阵，啊，咱常常有含真侪好朋友咧探讨，比如讲伫阿拉山之下，只毛咱的听友啊，这个长期较早嘛，管顾袂好势吼，这几年呢，拢真顺势吼，阿妈甲咱讲，这个还是吼，等于讲有一挂迄个点，拄则甲你讲到，迄、那个穿孔病咧防治吼，这通常是三月底四月，即只啊有即、這个啊，即种因为细菌性的即个病害，所以你咧转药的时阵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哦，啊，那总讲伫有落雨吼，啊，咱已经特地啊，是讲要特地进前咱咧转药啊，啊，是讲你平常若落雨咧转药的时阵咧，啊，迄脏头的所在你拢爱甲除一下。啊，这种的一个管理，啊，伊近路的一个，因为桃啊，你爱知影哦，伊确实就是一个啊，非常惊这种，吼，伊足惊毒水的吼、哦。这桃啊呢是一个比较耐旱的这种一个作物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啊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当可能好朋友吼，小、哦、做一个了解着吼、哦。那么一般像这种落叶果树吼、哦，这落叶啊了呢，咱必须要。伫休眠的这个时间吼，因讲伊即阵叶啊拢落了啊，咱得爱加温吼，先油的吼，啊生了较叶的迄枝条吼，掉病吼，真歹栽的这种吼，啊咱拢爱改这个改真正的吼，然后得注意像这种介壳虫吼，比如讲咱那是。收冬这个时阵吼，那是介壳虫伊会伫遐耐咧耐咧，对不？啊，咱迄阵呢啊，该洗脏洗洗。啊，你洗脏的时阵，咱拢甲听众朋友建议吼，进前拢会建议讲啊，下油是足俗的，无唔对啊。但是呢啊，伊较歹操作吼。啊，咱即马吼实在是钢较贵，所以咱会当用一点啊较好。啊，其实吼迄差唔正咪。啊，你省落来加开迄、那个。啊，即蒸炼过，即矿物油加开一撮啦，你省落来，即加开，有诶讲爱加开啊，但是你省落来，即个工钱吼，可能超过你啊，你加开遐油啊钱，哦，所以足侪即卖有，我咱安尼甲解水了，伊家己甲想看嘛，诶，真诶，差毋啥物，哦，啊，加做好做工课，啊，真快活，啊，真好赚，啊，赚到真潮，上重要，效果足好诶，哦，即整体即密度我都甲控制掉咧，啊，若无你即卖等到。啊，迄年若拄着讲像今年较低温，可能无啥要紧吼。即、這个红蜘蛛之类就较无要紧。你若是拄着即个较暖冬吼，有当时啊，迄红蜘蛛啊，就开始拄咧开咧吐花苞尔，就已经结着啦。所以迄桃啊拢袂水吼，啊，所以即个就啊增加咱的一个困扰吼、啊。所以呢，通常落叶啊了吼，即洗脏最重要。过来就是伊即个吐叶开花这段时间吼、哦，开始咧吐叶开花，就爱注意该加加虫啦啊，老家啊，你若知影老家就是樟头出问题，好、哦，所以樟头呢啊，用一寡即个土壤的营养吼，你会晓用玉米精啊，即大概就无什么款的解决问题吼、哦、啊，然后注意伫即、這个啊樟头一寡即个褐腐病、褐根病之类的吼，普克拉门吼、哦，啊是即个益普酮吼，即、哦、种即个药啊吼、哦，罐头吼，一旦甲伊啊伫回包的时阵，甲灌一遍到两遍，哦，甲灌一遍。啊，比如讲，你即马要灌这玉米精，你樟头就看这病害，你小概控制一下。哦，啊，开花期到特地，这通常是十天两礼拜，咱得爱一遍的这个药啊。哦，这个时阵上重要的是穿孔病。哦，穿孔病未使予夹起来。哦，这叶啊未使予更空，未使予叶啊揪起来。这种缩叶病啊，未使有一个这个因为雨水这种诶烂这个合腐病。哦，这啊你小做一下这个处理。哦。
那么大概是安尼一个啊管理的一个这個模式啦吼，这大概当予咱好朋友呢啊，小做一个这个参考吼。这那么够一下吼，都只要已经有讲到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大火了吼，大火了差不多啊，这个应该差不多半个月，一特别较一个月迄个时阵吼，一般就是讲啊，看品种啦吼，就讲伊。伊迄个字吼，伫要定地即阵吼，迄个你得爱做一个即个收割吼，收割袂使伤过头慢吼。啊，低位即该留几粒，等下中位啊，长位吼要留几粒吼，你可能得爱啊，会当伫迄个药呢，甲伊啊小做一下处理啊，处理了较紧呢，药啊喷喷的吼，即啊就是讲卖留伤济啦吼，即收割呢。啊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这桃啊吼，伊足够开花吼。啊，你若是去啊，这个真侪人去甲灌吼，灌这种高磷钾吼，高磷钾一直去甲灌，一直讲要催花催花，啊，催一下吼，怎花去吼？即安怎讲叫做催一下怎花去？因为你一直甲灌，一直甲灌，啊，灌啊到尾啊，伊就冻袂掉，吼，啊，冻袂掉呢，是安怎冻袂掉的？伊个一吸子是为头灌吼，那么伊的。真容易长的出问题，迄阵就老家哦，所以啊，这还小心哦，这大概是安尼哦。啊，随时那是有啥咪啊，无清楚的这所在，电脑网络即马真方便哦，无一定得爱敲电话啊。咱好朋友呢，当下蛮保持联络，啊，希望讲啊，伫真短的这期间内底啊，你得当看到哦，你啊管理的这个成果啊。